是凯强哥，今天来到我们四川香油这边的一个生产生铁锅的铁锅厂。那老板说他们这个铁锅还可以补铁，今天我来看一下，顺便带点卤回去。这就是做铁锅的那个原材料，做模具的现场，所以上白板模具有点高。下面就是生产车间，看到就是炼铁的工作。好了，我们这个铁锅生产出炉，经历了很多道工序。这个铁锅它的铁的厚度比较厚，然后这个造型的话也比较小一点。把这上面的这个饼和耳朵上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生铁锅补铁，拿一盒回去炒菜吃。